万圣节是什么节日？是什么意思？2019年万圣节几月几日？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是一个西方的传统节日，也叫诸圣节。在每年的11月1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类似于中国的鬼节。而万圣节前夜的10月31日，是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时刻。万圣节将南瓜镂空雕刻成鬼怪的模样，里面放上蜡烛，在万圣节作为灯笼使用，不给糖就捣乱。孩子们提着南瓜灯笼挨家讨糖吃的游戏，见面时打扮成鬼精灵模样的孩子们千篇一律的都要发出不请客就捣乱的威胁，而主人自然不敢怠慢，连声说请吃请吃，同时把糖果放进孩子们随身携带的大口袋里，面具化妆，举行各种鬼怪恐怖主题的 party 聚会。大家穿着恐怖的衣服，画着血腥吓人的妆容， cos 各类角色来庆祝活动。